亲像一杯无掺糖的乌咖啡。白冰冰身穿超华丽白绿孔雀晚礼服，现身2023花莲跨年晚会。纯手工制作的孔雀礼服在舞台上随着音乐华丽开屏。这件礼服总长将近25公尺，穿在身上也不容易，因为它重达10几公斤。这战袍可是白冰冰41年前买的压箱宝，当时价值还能在台北市买一间小套房。不止衣服吸睛，白冰冰的彩蛋也是最近很红的这首歌 First Love。 独特的唱腔在网络上引发讨论，还有网友笑说他把初恋唱得像失恋。心走到这，往事只能回味，世事自己慢慢体会。为了让听众朋友也能享受跨年气氛，白冰冰唱体会这首歌还搭配手语演出，演艺圈的大姐大用满满诚意和民众一起跨年。三立新闻胡嘉贞 H 小组花莲报道。